到 Jeff 帅哥改造特辑。来参加这个节目的呢，都是帅哥。嗯，比如说我。对，嗯，我们现在呢，等待一位帅哥的降临。对，这位帅哥是谁呢？你觉得？不是我。不是你，你有自知之明是吧？能请到我这种化妆师，那肯定身份挺高贵的。切，我这服装师也不赖，也就全球第一最有品味、最高贵、最美丽的服装师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唱《美丽女人》那位唱跳型选手化妆师吧？不敢当，不敢。所以你们到底是？我是服装师于雨涵。我是世界有名第一化妆师郭宇坤。嗨，你说这谁呀？让我们在这等这么久，我们等这么久是不是得加点钱呀？我也是说，本来200亿应该400亿了，这有点浪费我的时间了呀，还不来？出去一下。哎，像这种低等化妆品，我都不用的。这些化妆品都是你自己带的。还是我衣服可以，你看，一看就那种身价上千亿的人。这布料也一般呀，兄弟，你懂都不懂丝绸。燕尾大衣，这个不就是那个流浪大爷穿的吗？像流浪大爷穿这个。我们是帅哥改造计划。对呀、啊。如果这个人呢，我盲猜这个人，如果身材特别好，我们就给他弄一个走秀的风格。嗯。也行，就要看这是谁了，这位帅哥。我们就等着那个帅哥降临到来。门前大桥下有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请来了一位帅哥。我们现在看他这一身，我们决定给他身材可以，对，可以，可以按我们之前的计划行事。哎，不要自己动，哎，长得还不错，五官很端正，鼻子还可以，很挺，眼睛很大，嘴巴很饱满。嗯，这种确实适合做这种欧美走秀装，对，适合我们改造一下。你看现在这样子，说你长得好看，我觉得还行，还行，可以。嗯，那咱们开始吧，看第一步。第一步，咱们得用咱们的粉底。嗯，高级。这是画笔吗？是，这是湿的。由于它这个肤色问题啊，咱们得混合一点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明亮。来，帅哥。啊，粉底。是在脸上用的那种，看到没？这种就非常的显白啊！对，你看看他的这种肤色，就形成了，不是，有毒钢头变秃头啊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啊！所以这种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用的，特别是要混合，不混合没那味儿，混合一点。你看它的这个笑纹呢，这还是有点深厚的，咱们就多加一点这种东西，然后来盖一下，把它盖住。可以，咱们再加一点这种浅一点的颜色，行吗？很显白，这个。哎，看到没？哎，这种又出现了肤色的渐变，是吧？这种渐变色是最好。来，闭一下嘴。妈妈，眼睛，这种渐变色，看到没？这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，还是不错的。这个五月可以，很美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化妆啊，肯定改造啊，小朋友。你出这么多吗？那肯定的。兄弟，你不，怎么遮瑕？直接涂匀。可以。就用这个。你说脖子遮一下。
耶，转了啊！我脖子上涂着。哎，兄弟，我这个化妆师还是挺不错。他是化妆师吗？他不是。他在给我画，那他为什么在给我画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想给我尊贵的，这是我的富裕。不要动啊，小朋友。我们受过训练的。定妆是什么意思？你已经定过了。这是画眉毛的吗？我要找找咱们的工具。耶。可以。眉毛应该用这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哎，也行，这个可以。啊！哦，眉毛过了是眼睛，眼睛，眼睛就这个，这个，哎，这是哦，对。怎么了，小朋友？我眼睛啊，抽眼睛了。抽到了吗？来，我吹吹。我先关机。你看这多漂亮，不错。我们这个这样会好很多，我们速度减慢一点，就会让我们的患者哦不是，就会让我们的那个唇部要断了。穷啊！这个人聘请百万级别的化妆师，就是这么对待的吗？是我聘请的吗？繁华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。耗尽所有目光。啊，那个叫啥？对，真的好看。你不懂啊，小孩。我们在抄袭。好看。直接的了。这可以、啊、这个哇，这个可以哇，我孙悟空是吧？这个颜色对你的肤色真的恰到好处。帅的说不说话、来看，哎，这样就把它的特点给显现出来了。不用，这也可以啊，对吧？就是高光吐鼻子的，画的是一个走秀的，走秀，对，就是那种，就因为这个要颜色就要鲜艳一点，突出一点，所以说这画的就非常完美，闪闪亮亮的，你看，有点出油了，有点出油了，这个那个易汗出油体质，咱们得多补补散粉。高光，高光不能这么涂，高光要涂在它这个棱上，知道吗？你看这样显得鼻梁好挺，然后用下这个 TF 牌口红。还有咱们的这个咱们得把他的这个阴影给涂出来，知道吗？咱们这边可以稍微的浅一点，对，就这样，好鲜艳的嘴唇，这样绷两下，你不需要搂着我，我这个 TF 牌的，我们只是为了知道吗？让这个妆更加的细致，咱们突出它的这个唇，知道吗？咱们得用那种艳一点的这种口红颜色。哇！要不再给一个特写？我觉得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来，走秀应该颜色比较鲜艳一点。什么黑白呢都不要。看上了这件，这个是比较鲜艳。
很突出它的美是不？再加上这个妆造，哎，绝了！哇，这个妆造确实，我看着的惊艳，太惊艳了，太美了，那必须得这些。嗯，然后裤子，裤子得配一个大一点的，那就反正这三条吧，这三条选一条看看。这条我觉得可以，看一下哪条颜色更配。这颜色配一点点，你觉得吗？就这条，这条，这一条也不错。这条。下下把裤子夸了，裤子夸了，裤子夸了，衣服也夸了，衣服夸了，你知道吗？万里挑一，别的这嫌弃。对呀、啊、我们这个是多少几百万呢、欸、好吧，你说对吗？直播间两亿人都想来都没来，你一个幸运观众来了不开心吗？买到就是赚到好吗？添加下方微信号招待招待的拿着两个，再他再搭一个白色的贝雷帽，快点，再一个配饰，完美，拿去，小孩儿，咱们这个差不多正点到完成，咱们可以看，记得招待打，出来的效果非常完美，不说了这个效果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效果远距离看更棒，太绝了，对，我都看眼睛都看瞎了，太美了，等他一生过来，肯定惊艳全场。哎，好好好，咱们完了。对，咱们看一下它的成品。来，行李也来，行李行李。这身材就非常好。裤子，对对，你把这个放下。对，很危险。然后有你们危险吗？然后再摆个 pose 之类的。对对，就是这种，就把你的手放下。耶。或者是你做一个半蹲的这种啊，什么姿势都可以。对，帅一点的，凸显自己的。嗯。你不要那么狠。对。不要这么憨，你蹲下好吗？好，定格来一张。因为走秀嘛，快点快点，颜色要鲜艳一点。九点了，然后我戴的这些衣服呢，也只有单调的颜色，就这一件五颜六色。然后呢，配上裤子必须得搭，对吧？对，颜色还是得搭。对，肯定要搭一点。然后这么一看，你看这长腿，哦，你看这身材，哎呀，太。这个妆容，哎，太完美了，妆容再加上他的一些肌肉，哎，三二一，哎，肌肉是你，三二一，走开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就对，那可能今天有人不想展现自己的肌肉，再加上自己的肌肉，太谦虚了，嗯，还是效果是非常。衣服穿着呀，非常不错，非常。这样看着好土啊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我们这次改造还是非常成功，对。对，毕竟，哎，很多人想来也来不到。嗯，我们还是这么。你们说完了吗？这么多年的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这么多年经验的化妆师，对吧？我走了吗？不行，那个出妆费。今天的 TF 家族帅哥改造计划分级，哎，还是非常的成功。对，嗯。欢迎下次光临。光看光临啊，那肯定不是你，肯定其他倒霉蛋。好，那今天就这样了吧，我们也收拾走了。那走，收拾行李。我们准备走了，就赶飞机，因为这个世界需要我们。对，我们要继续下一场活动，就下一个倒霉蛋准备迎接我们的改造计划。你知道下一个是什么？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对。我时间挺宝贵的，还是拜拜拜拜拜拜，走。